你敢信？我手里这是一块据说连石头都能烤化的放大镜。先看视频。好家伙，这也太狠了吧！这个放大镜是我长这么大以来见过的最大的放大镜，而且也是价格最贵的，花了400块钱。咱们打开看看啥样啊？快看，这块放大镜有这么大。这个东西学名呢叫做菲涅尔透镜。你看啊，这个东西的温度瞬间可以达到1000多度。它这个材质是亚克力板的，可以看它这面是比较光滑的。再看它另一侧啊，另一侧呢有很多这个波纹，你们听一下，这啥玩意儿，把我照得跟猴一样。接下来咱们出去实测一下，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厉害，能不能把石头给烤化啊？咱们先简单测试一下，烤这个手套看看怎么样啊？走，哇，兄弟们，直接就着了啊！一瞬间啊，直接冒烟，哇，它这个温度真的挺高啊，也就几秒钟啊。接下来咱们烤一个鸡蛋看看啊。哇，冒烟了，瞬间冒烟了，我去，这鸡蛋也着了。哇，可以看兄弟们，鸡蛋壳烧成这样了。接下来咱们煎一个鸡蛋啊。哇，鸡蛋都崩了，我去，烟越来越大了啊。哇，可以看兄弟们，这才20来秒的时间，这个鸡蛋都已经烤糊了，鸡蛋清都已经白了。接下来看看这易拉罐能不能烤透啊。哇塞，兄弟们，冒烟了，我去，这太狠了吧！1分钟左右，已经透了啊！这易拉罐直接烤了个洞啊！接下来咱们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石头给它烤化啊！哇，兄弟，你们看，这石头已经直接烤变颜色了啊！这东西太牛了，温度特别高，看来这个东西能烤石头真不是传言。哎，你们说有了这个东西，把我家窗户换成这个透镜，冬天是不是不用交取暖费了？